来，十号周哥，那个能白活的小伙儿，看展片咋的？能白活能白活的，咋还跟我们王哥抢生意呢？王哥一周就8块钱了，都那么惨了，你还要给他整一下？你还要上台评论评论？姑娘，我跟你说句啊，我先上去白活两句，燕子姐，王哥我上来就白活两句，就是你，我上来就我试试，你就上这过过瘾吗？突然间有个感触，救我的那个人到了。等我要是讲成功了，我挣10块钱一个月，我给你吃碗，请你吃碗麻辣烫，我挣2块。还有麻辣烫是吧？必须的，8块钱的麻辣烫，8块钱给你加两块钱海带的。海龙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早就预谋想换搭档，这搭档都瞅腻歪了。咱找个人盯一下这个相亲小伙的位置吧，行不行？啊，也我那那个王哥呗，相亲一下，没了。好，王哥。你们王哥要站到这儿的话，明天就再也见不到王哥的身影了。王嫂就坐在电视机前，此时此刻，害王哥呢，是不是？这样，我们在现场吧，找个小伙在这儿，然后让那个白龙在这儿做好准备了吗？过瘾啊。老王，你快给让位置！你咋那么恋座呢？我不但让位置啊！王哥，你手里拿当老王对嘎拉哈呢，行了，就玩会儿。啊！哎呀，白龙，就你识货，谁都说哎，老王手里拿的什么玉呀、啊？其实是嘎拉哈。行，那个兄弟啊，真不是嘎拉哈，正宗的黄龙玉。来，啊、你双手捧着，哥全靠他活着了啊！哎呀，来，就此我就告别这个位置了。你先在旁边站着服侍一会儿啊，我们在现场找。哎呀，王哥站着是不是更加的伟岸？我终于有机会证明一下腿脚的利索程度了。是你站着只能证明你腿脚没有问题啊！来，我们现场哪个小伙来，正好上这来，趁着白龙在那儿相亲的，来哪个小伙能单身的没有对象的，赶快抓紧机会啊啊！哎呀妈，这小伙你火力太旺，穿半袖，现场就爆，你过来，来，全场热烈。先谢谢这小伙吧，老王，你的位置有了。我也觉得，既然老白都有了，我就去当观众了啊！小伙老白，你们加油啊！这回你王哥已经不是你曾经的王哥了，你白哥还是现在的白哥。说你两句，小伙啊，虽然说今天你搁台上表现挺好，人家还没表现，你先让人自我介绍一下，一点不让人家说话呀，这是啊！你做个自我介绍吧啊。那个，我叫。从姓名开始啊，这机会来得太突然了，你想咋介绍咋介绍吧啊。啊，我叫江阳，来自咱们长春市，今年28，完毕。那燕子啊，听白哥说，把那个什么派的，什么那叫什么什么 iPad 什么的，让那白哥，你叫我呀，叫啊，对，白哥啥意思？白哥，这个现在不是白哥，现在是啊，对，白哥啊，那 iPad 给小伙拿什么选什么意中人呢？啊，给他选呢。选呢，白哥。选吧，小伙子，今天你的表现挺好啊，但是吧，照上一期头一个嘉宾的白龙啊，差点，稍微差点啊。你说你这个。这天冷天穿短袖，你不腰冷啊？在大冬天大天啊！燕子姐啊，10号、4号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你说吧，他上来就挤兑我王哥，那王哥是我心目中的男神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挤兑完王哥，又挤兑着我们刚上台的一小伙，你这太不像话了，小伙。我们王哥知识渊博，我们问啥他都能听明白。你看看，我们问你几个，回答我们呗。问吧，我先问呗。葫芦娃第四娃是干啥的？啥？白哥，我想问一下，蚂蚁牙是什么颜色的？啥？小伙，我想问你，武松打虎，武松打死的那只老虎是公的，是母的？今年几？当年死那年几岁呀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说王哥管王嫂的二大爷家那房子的三表妹的姓福。
小弟叫啥呀？啥啥啥？王哥，有请王哥你回来吧，给我搞对象吧，我刚才白我给让下去。这八块钱太难挣了。这就是王哥肯让，小伙不肯让。小伙没事，你先站着，你站着。你看你咋处理啊？啊，要么这样吧，我做和事佬，那个白龙啊，你坐这儿吧，小伙都站那儿了，我胡。今天我来搞对象，王哥，你别点错了。来，哥们儿，你下来吧。啥感受啊？我听听你。不容易啊，挣这八块钱呢。啊，不容易，比我扛个都上七楼都累的，把力气都给我腿坐的都麻。那你得谢谢人家小伙儿啊。谢谢你哥们。啊，你不麻辣烫呢？麻辣烫一会儿下台吃。还有两块钱海带，给你加两块大虾。哎，这小伙反应挺快，啥时候说请你吃麻辣烫？人家是请老王吃麻辣烫。燕子姐，我再说一句，我现在不是白哥，还是以前的白龙，给我好好找对象，燕子姐。来看第二个短片。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女朋友小心眼。我处了两个对象，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个。那时候我特别小心眼，女友跟朋友出去吃饭了，几个小时不回来，我就得生气。如果打了几次电话不接的话，我就得急眼。半夜女友想喝饮料，我给她买回来了，她连人谢谢都不说，直接喝了，那样我就很生气。所以做女朋友一定要接受我小心眼，我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在乎你。别看我这么小心眼，我对女友老好了。大街上我要发现我对象鞋带开了，我就蹲下帮他系上了。平常我还能给他送上一些小惊喜。我想找一个能说会唠的姑娘，就是见人得说说话啥的，对见人不说话那不行。现在台上的十六个姑娘哪个没跟我说话呢？你们看看谁没跟我说话呢？就这样，你们这样跟除了不说话，能有好小伙为你们来吗？亮哈塔晶，我到现在都没跟你说话，你为啥说我找不着好小伙啊？你咋知道呢？你不说话，天天他没意思啊，他爷爷天天。我不跟你说话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没有肚子，没有屁股。我没屁股。你要说我没肚子，我不跟你叫，就我没屁股，我这屁股没屁股。我这屁股要毁，那个屁股小能毁俩，屁股再小点，跟他毁仨，还没屁股。都说我屁股大能生小子，还我没屁股。你说咱把我骂我都行，这不就说我没屁股？我告诉你，有屁股没屁股，你得分跟谁比？你跟王哥比，你瞅你的屁股够大吗？我跟王哥比，我头发还长呢，能跟王哥比吗？王哥太优秀了。好，咱们哪怕比比脑袋呢，我也认了。这现在都得比屁股了。不是小伙，谁说男的屁股大就能生小子？那不是女的的事吗？你怎么跟着抢呢？我觉得男女都差不多少呗，我大的就能生吗？那男的你也不能生啊！我不能生，没我你也不能生，不是？我俩没有我，你也不能生啊！哎呀妈！男女的活你分清楚了，你别老瞎想，有些事儿你干不了。十号周哥，那个小伙儿刚刚短片你说这咋的？你女朋友半夜想喝汽水，你能给买？为啥回来还得必须跟你说声谢谢呢？你觉得两口子或者情侣之间？那样说的话不外道吗？我之前对象，我要说半夜饿了，我说去给我买点啥，他给我买，我从来都不说谢谢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不想吃了。其实说谢谢吧，但是也是就是那个一部分，就那天真是，就是那你媳妇儿过来呱亲你一下子，哎呀妈，老公太好了，那就更好了，谢都行了，我还不说了你。那你不说吧，你碰上周哥这样式的。大下雨天，完你去出去买，买完了之后，哎呀，累得不行了，咵放这了。周哥，你说啥？刚才说那几个？不吃了。啊，对，不想吃了。没有，咱俩来一下子呗。我来一下子，我去啊，我去了，来一下子吧。别来。啊，站这儿。怎么整啊？你俩吓死我了，干啥呀？你不来一下子吗？不说来一下子吗？我说咱俩演示一下，谁上我这儿来了？我演示我不都到你跟前吗？那你能亲着吗？这样。你刚才不是亲一口？我说的咱俩演示一下，就比如说半夜说我咱俩处对象，以后我说我饿了，是这个，谁让亲你一下子了？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，哎呀，这家急得满头大汗，来，给拿两个纸巾，拿俩纸巾。急死我了！啊，急死啥了？为啥呀？那现在来了，磕上完了。啊。
没钱还来呀、啊？没钱还来咋的了？磕碜了？嗯呐。你问问观众磕不磕碜？不磕碜。咱俩交流了这么多，这把椅子你也坐了之后，必须告诉你一个建议，就是男人这话呢，它不在数量上，而在质量上，一定要点到点儿上，这话才最有分量。谢谢王哥。没找着对象的时候，如果实在憋得慌，没谁说话唠嗑的话，给王哥打电话吧。啊，王哥愿意陪你。点问天使送给你，鼓足勇气啊！啊，加油加油。